今天我很感动，感动的就是我们有很多病人的父母亲本身他上台，今天你们上台呢，你们愿意让我们分享你们的幸福和快乐。你们已经在一段的时间很痛苦，不过用了 SNE 呢，那么今天你们恢复你们的健康，恭喜。当然我要感谢我们的 Dr. Barry Lau、 Dr. Sri 和 Dr. Lawrence Lau， 如果他们没有介绍，没有把这 SNE 产品带来马来西亚，我相信很多很多位都没有这个机会呢接触到 SNE。 你们的健康是 Dr. Sri 他们啊给的，他们谢主的。不过你们也不要忘记，要感谢政府愿意把这 SNE 产品呢让 Dr. Sri Lau 来给各位，卖给各位，来做各位的保健的产品。我希望 Dr. Sri Lau 呢在 SNE 的产品带来马来西亚的时候，一定要跟我们的卫生部配合，一定要得到卫生部的批准。现在呢每一个产品都已经批准了，不过当然在这个，因为我们是保健品，是水果做的，我们一定会谢主的，因为政府要的是一个健康的马来西亚人。我们西医有西医的医法，我们的保健有保健品，很多病呢西医不能医的，我是一位西医啊，不过有些不能够医的，我们可能就要用到这些保健品。这我们的 SNE 这个产品呢，就是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增加，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更好，我们能够抵抗那一些毒素，那些细菌，让我们的体格永远的是那么的健康。所以各位，我希望呢在你们执行你们的任务的时候，把介绍给病人的时候，当然一定要跟卫生部跟院方配合。我也有很多朋友用 SNE， 有几位病人呢，那么中风啦，吃了 SNE 也好啦，那么有一些呢吃了 SNE 好像不会老的哦。各位在这里呢，我真的要祝福各位呢有这个缘分跟 SNE 接一个缘，有这个缘分用了 SNE， 你们的病好了。那么我要感谢我们的 Dr. Sri 及他的伙伴。我在这里呢我趁这个机会，那么要感谢我们 Dr. Sri 呢，在这一年来真的他行善我是慈善洗肾中心的发起人，那么现在有630位病人，13间的分院。不过 Dr. Sri Lau 呢，虽然我们才认识不久，不过他都很慷慨，已经建了70间，差不多是两架洗肾机给我们穷的病人。我们慈善这个洗肾中心呢，是穷的病人呢不必给钱的，所以在这里呢代表这些病人要感谢他。病人要我代表跟 Dr. Sri 讲几句话，你的关心的关怀减低了我们的痛苦，你慷慨的施舍和布施延长了我们的生命，谢谢你。在这里呢，最后我祝各位身体健康，心生愉快。